邀请到的是石诺瓦科技人资长包雅青。石诺瓦科技提供员工年终奖金、分红、全新生日假及全新志工假，定期健康检查，精心策划的国内旅游活动和定额补助国外旅游，舒适的员工休息区、健身房、篮球室和图书室等设施，为员工设想每一件事情，获得金奖，实至名归。